好难啊！这行程是今天最难的了。啊，又要爬山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爬去哪里啊？我想搓鱼哦，我搓到了！哦，我也搓到了！呜，开心开心了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哦，赞哦赞哦赞哦！你们有玩到这一次的行程了，不错。真的真的值回票价了！下一个行程，下一个行程，走了走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攀岩去了，攀岩去了。我就是那种已经被带走的小孩子。二的鱼没有拿到。我也没有，我刚掉到水里，我的鱼就没了。对，我也是。哎，这里是上去的意思吗？往右，然后下来。哎，没嘞，要上去了哎。啊，哪里？这边上去了。哇，没了。哎，我要空白键，怎么下不来？这边是上去。按一吧。哦哦，我也是空白键。哦，这边就上去了。感觉是不是要去天坑啊？因为我们这个只是感觉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，可是还有一个路不是吗？那边还有一个路啊。还有吗？可是搞不好这个路出去不是、那個。这边有吗？这边没路了。我记得我们不是后面刚刚之前还有一个岔路吗？还是没有？嗯，有啊。上来看一下。其实网上还有好几个岔路。对啊，有好几个岔路可以探。那下去吗？好啊。你要下去吗？去啊、我想说你要不要去啊？这上去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对啊。等下去好了。走吧。要去吗？嗯。走吧，走吧。上面。哦。攀岩攀回去吧。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出去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下来了。嗯、啊，对啊，我们还有，我们这一趟下来有喝不完的饮料跟吃不完的食物、欸，哎，真的，好爽哦、喔！我刚理智已经剩一半了、欸，对啊，真的有吃有喝哎、欸，拜托。哎、欸，真的想抱来不及了哈，想抱来不及了，满了满了，满了满了，目前不招人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我抓了三条鱼。跳，那海草可不可以拿？不行，不知道哎。以为可以做个寿司之类的。太小，做寿司玩错游戏了。潜下去了，好深哦、喔！真的、啊，往下潜的话超深。好远啊！你就活好了。嗯。这边，这边还有路吗？这边，另一头好像另一边还有的样子。有选择，我们选择先爬上来而已。对，上面还有路吗？哈基，没有。按按。我们刚拿到登山稿直接爬嘛，我们刚刚另外边。那里有一条往下的绳子。哦，底下。对啊。就我们登山稿拿的位置嘛。哇。不要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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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回不去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啊？他们在比较远的地方，他们刚才在用跳的跳过去，现在这下面是不是水啊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哇，居居，没办法跳回来吗？哇，有点难。哦，跳回来了，我跳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屁啊，小屁啊！你按到 Q 了，你按到 Q 了，小雨，你按到 Q 了啦！小雨，小雨，按到那个。小雨，你按到。你崩溃了，不是，走路左一下，然后咚一下，那你失笑还吓人呢、欸，对气，对这边，对这边下去，下去的，那我们之前有下去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来过这边，而且我对面照明弹好不好？那个蓝色没有、啊，我有照明啊，哪里哪里？对面，左边啊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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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神兵，右边有神兵，我忘了点火。你为什么都忘记点啦、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可以往下，这里可以往下。好、哦、好好，好深哦，我们走另一边。这边有绳子，这边有绳子。好好好，我先下去啦。啊、嗯，走喽。哦，好深哦。哦，好红哦。哦，白色哈基的证明弹。那个很红，是哈基丢的啦。哎、欸，好多行李箱哦，下来玩。有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来开箱，好多小丑鱼吗？没有错鱼、哦，是吗？他自己搓鱼哦。哎、欸，又有零食啊！你们不是没有？有零食，我有，我现在有。我也有。还谁没有拿的？嗯。拿到哈基扔的照明弹。拿满的、欸，电路板。我也是。满的，快满、欸。下面有洞哎、欸，果然是要潜水装。嗯。哎、欸，后面哈基后面。哈哈哈哈。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欸，他什么时候出现了？他刚刚突然从水上爬出来了。他下去了。
你啊，他溺死了，淹死了，淹死了，然后他全身出血啊啊，该不会这个是盐酸之类的吧？不会吧哈，我先看看啊，刚刚是小丑鱼，这是小丑是不是？小丑，有事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事啊、欸，那这里没有把这个登山包推回去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个绳子哎、欸，一样啊，对啊，是有一个绳子，对面的绳子、啊，刚对面的绳子，爬上去看看吧，搞不好里面有潜水装，也不敲一敲吗？来推行李箱吧，我们先开啊，我先上，我跟杰瑞先上去，嗯，哦，上去会耗体力啊，我李娟，会啊，上去比较累啊。啊、你上楼比较累啊！吊着，我吊着一下，我累啊。他没力气，他没力气会摔下来吗？我看到不会，不会，耐力会扣而已。不要上面卡住不动啊！有录音带，录音带。阿弟，你要上来哦，因为你要坐阿弟。好累哦，我先吊着一下，好累哦。打开工艺品的录音带、欸。我开始结冰了。哦，有过水，大家都好冷。哎、欸，我跑步跳上来了。嘿嘿。我开始结冰了。好像就这样子而已。没有，要不要跑上来？要跑上来，跳上来，跑酷，跑酷。要生活啊！我看跑酷上来了。就沿着墙壁跳就上来了。对。我们放个火好了啦，太冷了。我觉得好冷，好冷哦。你们都会冷，为什么啊？好神奇哦。刚游完水啊。哎有，我放，好了，上来就可以乘客了。哎，不要踩到！有了，来，那个也是乘客，是不是？对，哪一个？那边还有个火哦。那个我在玩它。哎，掉喷泉的。没喷泉。对面有小孩。嗯。对面小孩。对，这边那边走过去就有小孩，应该是往那边走。嗯。你们怎么上去的、啊？一直跳，沿墙壁跳。嗯，那边有个这边边的地方，原本应该是要从对这个地方，大概那个地方跳过来。哦，一直跳着上来，原本应该是从对面直接跳过来，然后我们用爬的。哦，你说这个小孩哦，对啊，是转过去了。哎，怎么你我有好可怕？有办法过去吗？哎，他掉下去了。蹲着，掉下去了。所以底下那个大洞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，应该就是一个行李箱吧？没有潜水装啊，没看到。这个乘客，这个是乘客。哪里？这掉在这里的。哦。9A 的。哇，他好可怜哦。其实刚刚没有那么红的，好像有人砍到他一刀了，就是变了。我啊，你是另外人。我在爬。但是还好。喷钱。啊。爬啊爬！上来了，喷钱！这里会是去，转过去吧？又要转过去啊？没转过去很恐怖、欸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哎、欸！有新的任务清单。出来了，这天坑吗？天坑，我们跑来天坑了。这好像是我们上一次那边哎、欸。对啊，下面有直升机哎、欸。哦，所以是天坑的一个入口咯。嗯，我们之前有来过这里，很久以前。有路还有右边有路。哦，嗯，来到天坑了。第一次先试玩的时候跑来，然后就乱跑，我就跑来这边。所以其实它洞都是连起来的、欸。对，它洞全连起来，好狂啊、哦！他们是蚂蚁是不是？只有新的，你没有这个照片，新的藏宝图。这里是照片呢，这里是箱子这边。好，来，我拿。里面放一个火药里面。哦，看到了，一棵树的下面，树的下面有个长方形。光哪棵树？睡觉晚安。山丘上。晚安。这我们要走下去吗？啊，这那边下不去啊？右边有路。对啊，右边有路哎、欸。这边的路是我。这路就是回到那个上面了吧？对，知道哎，就是回到上面去啊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我们之前试完的时候从这边来的啊。那要怎么？可是应该有一条路可以下去啊。不知道哎，我看一下峭壁、哦。这边是有个路，而且对面就有野人啊，不知道要不要看你们要不要过去看一下。走啊！
哎哎哎，婴儿直接爬出来哦！啊，他下去了，怎么下去？你是把他打下去的意思吗？他自己跳下去啦。嗯，嗨，嗯，好吧，快点。哎，下面其实很多婴儿，你们往下看，下面很多婴儿，他屁股很大。哎，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你看下面，下面很多白白的。路最小的地方再往下看好不好，大家都被你卡住了，知道吗？欸欸欸，这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，看到婴儿可是卡住啊！这边会卡，好像会卡，是因为在地图。不要戳我，小智的在那边呐。哦，好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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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那个，这样就好了啦。那个，那个，那个还在读，还在读，还在读图，还在读图。哦，太卡了吧。哦，等你们都，等你们都顺在说，等吧，等他们，等他们，等他们。嗯，等一下。我只有没有往前面走一点点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还在读图，大家还在卡。对，你等后面的人，你等后面的人都顺了。你们肚子饿了吗？我快了，快了。我先，哎呦呦，喝个水。你们都能动吗？你们都能动吗？我在前面了，我在前面了。哎，房子，哈基，哈要等哈基。嗯，这边可以存档哎。怎么存啊？这边啊有帐篷。帐篷吧。这样，房主无回应。有，因为他在赌啦，他在赌。要等等他，他就直接宕机。不要再赌图啦！没有没有，我没在动了。大家都没在动。哇！为什么变这？他还在那个，不回应。FPS 动一下，然后就卡，转圈圈，动一下，卡转圈圈。嗯。等一下，就是那个，哎，他这个刚刚外面有帐篷，对不对？刚刚外面。等一下就是变成是，等一下在那边要大家先存好档，然后进来都不要乱动，不然就会卡到。我先存档吗？感觉我现在走不过去存档啊，现在卡在这边。那你就不要动啊。如果走不过去存档的话，对啊，那就没办法。那我们先存档吗？还是我们也没办法存啊？我们存有用吗？我们可以存啊，可以吧？看看，我们是可以存的，只是哈基不能存。可是哈基不会在这里。对啊。有点对，存存看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跟大家闪动了一下。有啊，他记得有一直慢慢在跑啦。我看他是卡在这里啊。我说其他的那个啦，他记那个游戏其实有一直在跑，慢慢在跑。这样是先放着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好像是。知道。卡死。没有到卡死啦，刚刚有他的电脑没办法动了，感冒只是在读，真的是读很久，但是要读很久哎、欸。我觉得他是宕掉，因为他就是卡了，动一下，然后转很久，然后动一下，转很久，他这个没有看起来没有变好的感觉。哇哇，可是你这样你没有办法存到档。对啊。怎么办？在等你，等到40分看看。嗯，好吧，我们等一下，其他人都可以做嘛。有人说我们存完档登出看看嘞、嗯。哦，看，对啊，哦，可以啊，我存个，可以有已经有存档的先登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拜拜。这边怎么存？这边有帐篷，那个帐篷，里面有帐篷，里面有帐篷。我再存一下好了，好怕。好，我存一下哦。好 ，C， 哇，糟糕。好，那我就登出喽。我也登出。返回，怎么登？忘记了。